行，这样吧，你这个面试啊，到这儿我们该听的也都听差不多了。刚才前头都是小打小闹。哦。刘晨，给你个机会，站在这儿不许说相声，给大伙儿来一段技能展示吧。那个，把后面那辆自行车交过来，拿过来，我来个倒立口交自行车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不许说相声，技能展示，我展示什么呢？不许说相声，你不还会脱口秀吗？脱口秀吧。走吧，来吧。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求职者刘晨，好，欣赏他带来的一段脱口秀表演，掌声欢迎。我是一个天津人，刚才提到了，天津人的特点是幽默在骨子里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，天津人，像我的父母辈，我的母亲跟他的同事两个人遇到在一起，如果两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的话，第一反应会夸对方的孩子，哎呀，张姐，你看你的孩子长得多耐人。但是如果要这孩子长得不那么好看，或者说有哪个地方有缺点的话，天津人有幽默而且有智慧在里面，他会挑这孩子好看的器官进行着重的夸，哎呀，你看你们孩子长得，哎，这眼睛多大多漂亮啊，他是这么夸。但如果要这孩子长得，说实话，没有拿得出手的地方怎么办？还有办法，哎呀，张姐，你看你们这孩子长得多哏儿啊，说哏儿。如果说这孩子长得连哏儿都算不上，丑到天际的，实在不行怎么办？知道吗？哎呀，张姐，看你们这孩子长得，哎呀，死随他那个爹呀！这是天津人的特点。天津人还有什么特点呢？跟您举例说吧，就拿这个平地摔跤这个事儿来举例。像刚才，咱们这个楼梯，我从上面下来的时候特别害怕，我怕给直接就摔下来了。但是摔下来之后，平地摔跤，天津人、北京人、上海人三这个地方的人，他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先说北京人绊一跤，他会干什么？他会骂这马路，绊了一跤，哎呦，什么地呀？谁修的？市政部门干嘛呀？真是什么玩意儿？他骂着马路走了。上海人不一样，上海人不骂马路，骂自己。平地摔跤，哎呀，真是的，眼睛瞎掉了呀！这个地方都能摔跤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他骂自己。天津人不一样了，天津人也不骂马路，也不骂自己。他站起来之后，看见谁看见自己摔跤了，先作揖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老几位，今儿没玩好，今儿。好，谢谢大伙儿。刚才那个脱口秀的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。哦，我觉得那个就是长得真像他爸那个，好好笑。哎，对。